这艘船的装载量跟原来的22,000箱相比，长度、宽度不变的情况下，装载量提升了超过10%，达到了24,000多标准箱的这样一个大的装载量。船东把它称为载货王。 那个白颜色的就是大的烟囱，我们这种机舱设备啊，包括我们这个洗涤塔、啊、都安装在这里面。因为这个船呢，它是配备洗涤塔的，就是它的烟气啊，通过海水洗涤，可以把硫的含量降低再排放。现在基本上呢，我们都是向这种就是减排啊、节能啊这种方式在转换现在。 中天观众有好康，就是请你上快点购买这个雾化器呢，送水神是一举两得。当然，我们现在有推出了三种好康的组合，有效帮你保护起来，保护家人。那么防疫不能等，赶快上快点购来买，要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I108就有折扣了。